进宿舍哦，就是一般宿舍之前那种床的感觉。睡觉吧，晚安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松高对吧？高松，高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跳岛的活动。高松附近有非常多个岛，然后这边非常有名的是艺术季，每四年会举办，但是现在不是艺术季，但这附近在岛上还是会有一些艺术品可以看。只要大家会去的岛有三座，一个是直岛、风岛，还有小豆岛。那今天我们要去直岛看看，这是最有名的一座作品，对，期待一下。那 Let's go。啊，最后那个在日本，那那个怎么整？真的是那个很好 ，unbelievable。今天要搭的船，它就是高松到直岛，这样。我们去买票。要买汉堡了，干。收现金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带现金。Thank you.我们要租电动吗？还是机车啊？可是我们是台湾人，我们要给他们看我们的这个台湾人的驾驶能力耶。因为我都办好了这个国际驾照，还是要用一下，让他看一下这个我的驾驶能力。如果要租机车的话，记得要带国际驾照。一定要带日文一本，然后办大概200块而已，大家可以去接领证换。我们的小白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It's mainly Taiwan. Mainly Taiwan. 啊，对，进口的。台湾人，韩国人。About five minutes. Okay. 没问题 ，No dangerous. 这个台湾人很简单呐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是右驾。啊，最后完全忘记，我可以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吗？所以我们要骑左边，对吧？对。可以。这是选了黄色南瓜，这边什么都没有哎，哈哈。哇，竟然在日本骑机车！我们到了南瓜的地方。日本人应该也会这样放吧，钥匙要拔吧，再拔一下，拔一下，这里是日本，这里是日本，好，走，是南瓜本尊，哇，比想象中稍微小一点点，但是太可爱了吧，哇，好可爱，我已经帮大概5个人拍照，他们知道我很会拍。我这边要发个零钱筒，一次50块。这边真的拍起来超美的，如果早一点来的话，也没有什么人排队，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。那个骑车的地方很陡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租脚踏车，至少要租电动脚踏车，真的超陡的，我都觉得骑脚踏车来的人超厉害。我们现在要去咖啡厅休息一下，然后看个照片这样。来到一间叫岛小屋的咖啡厅，好日哦，好日！看，我们的餐点到了，这个是 orange juice， 这是什么
怎么这个颜色？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招牌布丁，但是我很讨厌布丁。给他个机会看看，它超像茶碗蒸的，嗯，很像茶碗蒸。哎呦，我就是不喜欢牛奶做成这种固体。哎呦，这个表情是好吃的，嗯，但是就是我没有很喜欢。这里哦，就这边的气氛真的是太棒了，好想要在这个地方睡觉。对，很像我的阿妈家。完蛋了，现在开不了。好笑。休息了一下。对啊。鼓掌，鼓掌。我用破日文有请店员来。すみません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老板是在这边真的是在过那种隐居生活。隐居生活，他的风是那种折叠，好扯啊。哦，老板桑，老板桑 ，Help me, help me. Battery. Oh, battery. Has a bike. Okay, okay. 没有 battery 啊。Let's go. Oh, すごい、すごいです、すごい。这一区非常有名的一个澡堂，你喜欢？我在这边买 ticket， 这一间就是这最有名的一个景点，就是泡汤的地方，叫浅汤，韩文是翻 I love 汤。里面长得超级浮夸，很像以前看的那种日本漫画里面的澡堂呀。你看，它是长这样子耶，超浮夸的。里面怎么还有大象啊？天哪！我是蛮想要进去，但是跟经纪人一起进去有点尴尬，所以我先让他进去，然后他再跟我说里面怎么样，我再考虑一下。虽然我们关系很好，但是裸体一起泡汤，哈兹卡西，等他出来。如何？你觉得里面怎么样？里面超级浮夸吗？有一点是很多，有点大象。然后它的泡汤下面有很多的插花。现在呢，差不多要回高雄去缓车，然后跟红色男孩拍个照。啊！他要帮我们拍照，跟这个黄瓜。哎，不是黄瓜，南瓜。哎呦哎呦 YouTuber 哇哦哇哦 YouTuber Do you use Instagram? Yeah yeah Oh okay W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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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believable Oh famous people Ah no no Wow Hi hi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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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爱哦Konnichiwa， 在日本旅游创作者呢，去哪里都需要网路，随时都要处理工作，就像咖啡厅啊、便利商店、公共 WiFi 有什么就用。不过其实这时候蛮担心说，这种公共的 WiFi 未知网路会不会受到危险？这时候呢，就是要开 Surfshark VPN。Surfshark VPN 呢，可以解锁网域，自由自在的看全世界各个影片之外呢，它其实还有加密线上数据，保障我们在公共 WiFi。上面的安全，像现在这种数位时代呢，我觉得超需要。那如果你想要更多服务，像是保持设备、远离病毒啊，或者是检测潜在外泄事件等等的话，你可以参考加购 Surfshark One 套餐，保护你的电脑。然后现在也可以输入菇粉专属优惠代码菇，就可以马上获得专属优惠。订阅两年的方案会送三个月的免费使用，最后有30天的退款保证哦。如果想要知道细节呢，可以参考我的资讯栏。那さよなら，こんにちは，さよなら，拜拜。我们回到高雄了，然后高雄大家也知道，就是乌龙面很有名。我们现在来吃就是比较特别的乌龙面，这个是晚上限定的哦，宵夜限定，他们晚上8点才开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满满的人，关东煮。这个店超美的。它有非常多种乌冬，然后这一间最有名的是 curry 乌冬，比如
Big，一级级。有body language真好。楼顶要去下面自己选。哦，对，要自己选呢。Oh my god， 看起来超好吃的耶，这个浓郁感。经纪人说超好吃，哇，真的是很认真的那种家常巴黎的感觉，而且下面看到那个阿妹在自己转，对，所以感觉超级 Q。其实是可以想象的味道，只是它的面很 Q， 然后很家常，不爽的。今天的早餐也是要吃乌龙面，来到 Takamatsu 一定要吃的一间乌龙面店 ，Let's go， 就是这一间，这个怎么念不知道，营业中。听说这一间的那个炸的是超级好吃，所以一定要吃。这里的很酷的是要自助式的，先点完这个甜不辣，我们要自己做乌龙面。天赋了。它还可以点0.5滴，然后这是分量，这是分量，这是分量。This one， 自己拿，它只要10秒。昨天咖喱是比较软软的，那这个是中间的那种，就是最熟悉的那种乌龙面的口感。我听说这间厉害的是这个炸，这个是乌丁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听这个声音。然后这个超有名，半熟蛋，哇，太酷了吧！哇，好厉害哦！试试看。我觉得大家来这里可以不吃乌龙面，一定要吃炸的，超好吃，赞！现在要去小豆岛，就是另外一个岛，今天要在这边住一晚。落赛了，落赛！屁股快破掉了，我很想把这个脚都丢掉哎。这一台是呆呆说的。现在来到一间还蛮道地的居酒屋店，我们走了30分钟，超扯的，幸好有位置。这里完全没有英文菜单，然后根本都是他们叫我们自己写，就先写一个，我不知道怎么写的，就像考试的感觉。我们写这个，他们看得懂吗？回台湾减肥。很点的都很准哦，我叔叔美推荐的阿斯帕拉格斯猪肉，这样子，嗯，真好吃！天哪，猪肉的香味超香，然后你一咬那个卤蛇，它会爆汁，超级 juicy， 真的很好吃。我们在饭店旁边的租车行租了这个脚踏车，本来要租机车，因为这边也是上上下下很多那个波，但是机车都租完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喽 ，Let's go！ 哇，啊 ！Oh my god！ 大家下雨了，下雨，好晒。落赛了，落赛，怎么办？距离目的地还要20分钟。啊，雨有点大哎！买了一个雨衣。哇，
好了雨衣，要重新出发 ，Go Go Go Go！ 结果雨好像变小了。啊！大家一定要选摩托车，这我真是屁股快破掉了 ！Oh my god！ 到了吗？哇！我的屁股，我的屁股！我很想把这个脚踏车丢掉哎，然后直接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拉便车，是不是？我千万不要骑脚踏车，电动脚踏车有什么用？骑了30分钟多，到了一间小豆岛很有名的面店。面店，这里都是卖素面。哇，这个看起来超酷的。进店点的是橄榄油素面，因为小豆岛有名的也有橄榄。这个要加在，它里面有很多冰，超级 Q 的感觉，超好吃哎，我已经，这个是冷的橄榄面，这个怎么烫？冻住。我买了面跟酱油，我要回台北自己煮煮看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我们船的时间是下午1点多，所以比较没有时间。我们踩一个点，我们就要回去了，加油！我们应该大概走了1/5。Let's go， 下坡喽！前面有超多那个 bees 啊！到了我们的目的地，怎么跟照片有点不一样啊？可是现在不是那个种那个茶的季节，哎，可是还是很美啊！后面的山你看。现在呢，回到高松了，然后搭上了这个去机场的巴士，回台湾。耶、yeah, ！我到台湾了 ！Oh my god， 很开心呢、啊！这次的日本旅游到此结束。